乔安跟林桑柔什么关系？这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你不是已经选择李若涵了吗？你跟乔安怎么认识的？工作偶然认识。云晨，乔安和桑柔不一样，乔安性子很直，敢爱敢恨，他眼里容不得沙子。好了，别跟我说这个事了，我也没有选择李若涵，我爱的人只有一个。别说了，赶紧回去吧，别让你的未婚妻等久。滚出来！出来就出来，不会用请啊，真没礼貌。穆天泽，管管你弟弟，对待宾客就是这个态度。江峰耀，你这次回国不单单只是为了夺回海外市场吧？穆天泽，论资质和能力，穆云琛远不如你，但你偏偏是个洒脱随性的人，不然有些事情你最好揽在肚子，要不然我会连你仅有的东南亚市场连根拔起。穆德少爷，我哪敢调查您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说乔小姐的真实身份？别紧张，穆云琛喜欢的又不是林桑柔，我没必要搞不相干的女人，况且不是还有你保护她吗？你最好说到做到。走着瞧。